咁啊，同大家講下今日嘅新聞，有一單就我諗笑料啦嚇，咁啊，第一單笑料都幾得意嘅嚇，咁啊冇話對與錯嘅嚇，咁咧就不過我覺得有少少離譜嘅嚇，就係咧內地女坐國泰嚇，咁啊調椅背租呢個嘅港夫婦罵大陸女，咁啊有片嘅嚇，咁啊但係我呢度冇啊嚇。咁啊，國泰咧就話兩人不得咧再搭集團嘅航班。咁啊，事源咧就係有個大陸妹，大陸妹咁啊坐國泰啦，係咪？咁啊有個香港嘅夫婦坐喺後邊。咁咧佢咧就你知啦，咁我嗰啲飛機椅，咁你要瞓覺，你就要挨後。挨後咧嗰條友咧就係睇唔到個電視嘅，係會個電視咧就我通常都唔係好睇嘅，其實即係都係都攞嚟瞓覺。即係有時間喺個機度都不斷瞓覺嚇，咁啊瞓醒咧就去已經去到另一個地方咁樣啦。但係嗰位香港人就好中意睇電視啦嚇。咁個夫婦咧就咦見到喂你做咩將椅挨咗過嚟，就開始就鬧呢個大陸妹啦嚇。咁啊鬧啲乜嘢咧嚇？咁就話佢係大陸女子嚇，跟住咧就大陸必勝，大陸人節叻啊！大陸女仔咧賣笑咧又得啊！咁啊，跟住就搖佢張凳啦，等等咁樣啦嚇，咁樣中間咧咁啊，空姐有調停嘅，咁但係因為個機都滿咗座，咁好難去安排到個身位俾個大陸女子、大陸人啦嚇。咁啊，最後點樣咧？咁啊，依件事就上咗 Facebook 啊，又成咁樣啦，咁樣。咁啊，國泰就哇好高調就話，就判依兩個香港人係撲街啦啊！又因為佢又舉埋中指啊咁樣，喺騷擾前面個乘客啦，就咧以後唔准依對夫婦咧就係上機啦，即係搭國泰嘅機啦。咁呢壇嘢咧會唔會嚴重咗咧？咁啊，今日咧就講下啦嚇。首先咧就而家香港咧就冇乜特別新聞嘅，全部都係啲中港矛盾啊。中港矛盾，咁個地位咧就 shift 咗啦嚇，就呢個世界咧就咁樣嘅，得兩個位嘅啫，一係你係主人，一係你係奴隸嚇。以前咧咁我哋咧就香港人咧就大爺咁款嘅，咁啊大陸落嚟咧，啲人落嚟咧就唔使理啦，我哋係主人嘛，係咪先？佢哋係客啫嘛。而家唔係啦，我哋係客，佢係主人。國泰都係啦嚇，咁啊國泰因為都係親共噶啦，係嘛依格嘢嚇。個當年咧，咁我過嚟英國嗰陣時，我都驚噶，經歷佢係經過俄羅斯上空啊、中國上空咁樣，咁都驚噶。咁咧就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我覺得而家個時代變咗啦，大陸人嘅地位咧係好高啊。咁我哋香港人地位係真係爭啲嘅，其實一定係爭啲噶啦。咁首先咧，我自己覺得咧，罪不至死啦嚇。依對夫婦，佢搖擔嚇，可能侮辱呢、這個又舉中指侮辱呢個嘅大陸人嚇。咁理論上，如果佢出現即係出咗啲比較惡毒嘅説話，理論上咧、那個香港夫婦咧係吃虧、理虧。即係喂，咁人哋喂咁喂，我往後咁計啦。我係衰，但你都唔需要用粗口講啊，係咪先？用粗口屌撚柒曬係嘛咁樣。咁當然啦，我哋鬼佬世界都成日攞講粗口啊、舉中指嗰啲㗎啦，呢啲好普通啊。球場嗰啲直頭打交啦，係咪？打完咪就算，通常都冇乜效果嘅，又唔會話咁誇張，話永遠都唔俾你入場啊咁樣。我覺得國泰今次件事咧係嚴重咗嘅，即係搞大咗啦，即係唔需要話嗰個夫婦，你最多話啊咁可能俾你半年啊用國泰咁樣一年或者兩年三年唔使永久咯，係嘛？咁都我都知國泰好撚惡，咁亦都有時啲機真係要靠國泰你先可以即係有隻機嘅，差唔多係。啊！佢差唔多壟斷咗個市場，
譬如隻機咁樣嚟曼城，你都會揀國泰噶啦。啊，好少有其他航空可以直航。啊，可能有嘅，咁啊，但係都少啊，嚇咁樣。咁啊，起碼國泰穩定啊，嚇佢就食依，即係佢就係、是、誒、欸、知道你香港人依賴國泰，係嘛？咁國泰出事都唔係第一日㗎啦，呢啲咁嘅鬧劇，早前就係有三個空姐啦，就笑鳩啲大陸人啲英文啦，咁樣。所以永遠都係咧，而家我覺得香港人要喺依幾個依幾段新聞裏邊要學精啊，已經第二次啦嚇，唔知第幾次啦已經係。首先對住大陸人啊，最好就唔好講啲咩粗口啦嚇，我自己覺得嚇啊，禮貌之都嚟噶嘛，唔好舉中指啦，係嘛？即係叫做相嗌唔好口啦，係咪先？即係今日留一線啦，昨日好相見啦，係咪？他日好相見啦，第一啦。第二就係、是、即係你譬如即係話佢嘅，你真係好憎佢嘅。咁你可以背後嘅啫，係嘛？你唔需要話喺人哋面前當面咁鬧，你可以私底下係嘛，同你個老公自自浸，冇人知係嘛？你又唔使公開咁樣做嘅。啊！我知道，即係香港人，即係嗰團火已經嚇、啊、忍住，戳住，係嘛？啊！咁但係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去到即係鬧交咯。我只覺得呢件事好普通，我只覺得我會讓咯。即係譬如佢如果佢挨後嘅，我咪唔睇電視咯，就咁簡單解決咗。啊！好多人都覺得自己大爺嘛，我要睇電視咁人哋瞓又真係好重要嘅，係咪先？啊！你咪睇少一陣咯，係咪先？啊！咁，唉，咁呢啲咁嘅經濟艙係咁樣噶啦，有錢你坐嗰個 business class 啦，係咪先？啊！咁就全部成個電視機嚇俾你係嘛？啊！咁啊，即係獨立座位咁樣啦，係咪先？嚇、啊！獨立廁所咁樣啦，係咪？咁但係唔係啊嘛，係咪先？你而家呢啲窮人位咁，你每人就一部啊，係咪先？咁人哋。又拍埋片係嘛？理虧嗰個係你啦，香港人係嘛？咁當然啦，即係個反應好兩極啦，喺網上邊啊，有啲人就撐香港人嘅，就話哇喺比賽後邊嗰個大陸人會唔會咁樣做咧？係嘛？咁我哋英國有一個 Two T 咧 ，Keir Starmer 啊嘛，咁你哋嗰邊都有㗎嚇，雙重標準啦嚇，你哋國泰都係雙重標準嘅，肯定。即係如果我俾在大陸人冇事啊，當一個紛爭就算數啦。啊，咁啊唔會話咩罰你一世都唔俾搭國泰咁撚柒串嘅。嗱、啊，金鋪咧就擺明咧就係、是、做俾大陸人睇嘅，因為佢貼咗上去小紅書啊嘛，即係佢大陸嘅 Facebook 嘛，影響力好大噶嘛。大佬喂，如果我嗱，而家即係國泰就係俾人擺咗上台就係，如果我幫你依對夫婦，係嘛？屌我俾阿爺鬧喎，俾阿爺屌喎，係咪先？人哋國泰即係同阿爺係個關係好密切噶嘛。隨時阿爺話唔俾你飛，咁你咪撲街係咪先？我冇嚟同生意作對啊！我少你哋啲香港客，係嘛？我多啲大陸客，咁咪仲好咩？你諗下我嗰陣時飛用國泰又去香港飛曼城。成機人都係大陸人嚟嘅，你哋香港人係 nothing 嚟嘅啫，啊，即係唔係經濟，即係好明顯國泰嗰條數佢自己計過咯。你香港人可以撐到條數有幾多啫？可能三成，但係大陸人撐住佢成盤數嘅七成，係嘛？咁佢梗係服侍大陸客多啲啦，係咪先？啊，而且而家你背靠祖國，啊，冇大陸，我係大佬，佢好多嘢都唔俾你做。即係基本上係利益問題嚇，咁、啊、我冇咗你呢兩個客啫，我做咗千千萬萬嘅香港人大陸客係咪先？咁同埋你真係你而家你香港人呢個係做過火啊嘛，係咪先？我自己咁睇，我覺得即係呢個嘅國泰可以唔使判到咁重嘅嚇、啊。你話呢對夫婦係咪啱咧？咁樣佢哋我覺得冇對與錯，佢鬧交啫嘛，即係。佢係有少少即係喐手喐腳咁樣，啊，即係又喐人張凳啊，又做埋啲衰嘢咁樣，啊，好熟口面啊！我記得我住劏房嗰陣時，啊，住 Piccadilly 嗰陣時都有呢啲咁嘅小動作。
咁呢啲咪就係鬧交咯，一味鬧交咯，嘈咯，嚇、啊、會有噶嚇、啊，即係你即係人夾人咁樣咯。但係未至於喂去到玩到咁大嘅，我自己覺得可以退一步海闊天空嘅。但係幾肯定咧，就係、是、成件事就反映咗香港人嘅地位係即係不值一提噶啦，基本上係嚇、啊，即係少少事就喂又係炒又成咁樣。譬如嗰三個空姐啊，係咪真係一定要炒先？可以記錄處分噶嘛？即係話哦，我記你個小過，嗱你再犯多個小過三個嘅話咧，我就踢你，唔俾你再做啦咁樣，再培訓咪算數咯。嗱你要再 training， 咁咪搞掂咯，係咪先？即係其實而家你國泰又好，好多公司都好啦。而家香港係零容忍咯，即係少少錯咧，跟住就炒咗人哋啦，咁樣又唔俾機會人哋啦，咁樣其實好不近人情嘅。其實啊，咁啊國泰不嬲都知衰噶啦，所以大家都。自己知啦嚇，咁樣嚇，咁但係你又冇得唔幫襯佢啊，係嘛？你有其他選擇咩？係嘛？咁啊，即係呢度咧就其中一單呢啲咁嘅新聞啦。咁啊，仲有一單嘅，咁啊都講埋。咁啊，元記雲吞啊，咁啊，你哋香港嘅嚇。咁個招聘廣告咧寫明廣東新移民優先啊嚇。咁佢個廣告咧，即係嗰個招聘廣告都幾正嘅喎。咁啊，寫住咧條件咧就係年齡40至52歲，哇掂啊！我入圍啊，住本區優先嚇、啊，廣東省嘅新移民女工啊，手工收銀優先。咁啊，做下咩後廚咧就有分男同埋女嘅，優厚月薪、勞工假，咁啊，員工折扣優惠、MPF 強積金，哇好正喎，係嘛？哇一條龍。係嘛？搞掂曬，跟住就哇幾多錢人工啊？收銀17000起，性格開朗，服務意識強，咁啊有收銀咧經驗優先。後廚17000起，哇幾好喎、啊，都17000啊！我哋英國都係15000-16000嘅啫，其實仲多過啊，仲多過香港。兼職時薪60元以上啊！嗱，咁啊，喂，唔錯啊，係咪先？嗱，咁啊，最大問題當然係廣東省移民女工啦，係咪先？哦，咁香港人點樣啦？香港人就哦唔請啦，係嘛？嗱，好多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嘢啊，而家嚇，即係整整下咧，香港係歧視香港人啊，啊，反而係，咁啊，原機咧應該就係啲大陸嗰啲嘅資金落嚟嘅。咁其實咧喺香港咧就我自己喺香港嗰時咧就都有少量唔係好多嘅啫，其實感覺上唔係好多啲大陸嘅啲茶餐廳啊企業咁樣唔多嘅感覺上，我因為來來去都食過幾間，咁而家可能會多咗好多啦嚇。咁佢哋老細係大陸人嚟嘅，咁咪當然又係優待大陸人啦，係咪先啊？所以呢個世界上咧，即係禍不單行啦、啊，嚇、啊、福無從至，禍不單行啦、啊，係嘛？呢啲咁嘅歧視新聞啊，仲有一單就係、是、呢一單啦嚇。咁、啊、你見到好多咯，咁即係而家你基本上你香港人都冇定企㗎啦，都唔當你係人嚟㗎啦。你諗下，你哋香港人又窮又住劏房係嘛？啊，但係咁講，大陸新移民都係住劏房，一視同仁呢、這個位就係、是。啊、可能他們倒翻轉就係、是、啊，就係、是、知啲大陸新移民需要錢啊，嚇、啊，所以優先嘅咁解。你哋香港人唔需要錢啊嘛，係嘛？其實都係住劏房嘅啫喎，嚇、啊。所以而家咪就係、是、又係新移民同埋即係香港人嘅爭鬥咯。其實即係譬如我哋英國發生緊呢啲咁嘅新聞，早排動亂啊，又係啲新移民嘅問題。你哋香港都係咯，其實而家都係咯，不過未醖釀成為一件大事啫嘛。啊，應該都唔會嘅，因為咁多年都好和平。但係你見到有少少高低咯，即係哦即係而家你香港香港嘅即係本地人不嬲個優惠都係好少嘅。譬如如果你有啲錢想上樓嘅，唔好意思啊，你真係要拎幾百萬出嚟啊。好啦，譬如一個河馬嘅係嘛，你只需要17000啫。啊，同可白可以17000啫，啊，不論男女啊，誒，即係可白喜歡就得啦嚇，我理得你男啊，係咪？唔一定狂話噶嘛，係咪？可白同埋另一個可白得唔得咧？咁樣都得噶嘛，係咪先？係嘛？咁咧，
一晚七次啫，咁你有450萬啦，係嘛？啊，不過可能要沒收公屋啦嚇，咁樣啊，不過450萬你咁就快咗達㗎啦，係咪先啊？咁啊喺大陸可以買成棟啦嚇，相信而家嚇成棟嗰啲鬼城嗰啲樓咧嚇，所以你見到其實不嬲都係咁樣㗎啦，即係啲新移民係啊，佢哋有一個門路。可以賺快錢又好，即係得到嘅嘢係比你本地人多都唔出奇嘅啊！咁啊，本地人反而啊捱生捱死嗰幾百萬俾咗地產商，咁人哋喂新移民唔使啊，跟住上咗公屋先啦，係咪先？上咗公屋之後，誒點知我層公屋有得買喎，係嘛？幾廿萬買落先咁樣，當然而家冇啦嚇，唔可以幾廿萬買落啦。咁但係起碼人哋哇，即係福利或者係優惠都多啲嘅其實。譬如我咁樣計啦，咁我自己都唔知點樣申請公屋係嘛？人哋大陸新移民可以即刻落嚟，可能申請公屋，等8年9年上樓。當然嗰8年9年都好辛苦啦，即係唔知點樣過啦係嘛？咁所以而家咪就係、是、即係香港出現就係、是、你做新移民又係辛苦。啊！做香港人又係辛苦，啲資源分薄咗，地位又係低咗，兩邊嘅人都係唔好受，其實啊，所以咪又係水深火熱啦嚇咁樣。我諗全世界都出現咗普遍依個問題咯，即係新移民同埋本地人嘅爭鬥咯。我覺得就冇一個答案嘅啊，即係都希望大家和平共處啦嚇，和平共處同埋啊。不需要分彼此啦，咩咩咩咩咩咩廣東人、廣東女工優先咁樣，係核突咗啲嘅，係核突咗啲嘅，啊，即係唔應該咁樣寫嘅，我覺得，因為你已經喺大即係一個大陸機構係嘛，大陸資金落到嚟香港做生意，應該入鄉隨俗嘅，即係香港嘅廣東文化，你本地人都要接納埋噶嘛，唔係話咩大陸女工係嘛？啊！廣東產新移民女工嚇、啊，著名嘅，即係你唔係新移民，我都唔請你咁樣嘅嚇。咁、啊、樣誒、我呢度都唔得啦，係咪先？早排好似加拿大都有單類似係咁樣，話唔倒翻轉唔請新移民嘅啊，即係咁樣都出事啦，係咪先？何況你依啲咁樣啊，即係估唔到啦！香港真係變曬啦，竟然可以有依啲咁嘅意識啦嚇咁樣啊！今日就講住咁多啦，呢啲中港矛盾。跟住就冇乜特別啦，咁啊，多謝曬大家。